最近热播的《延禧攻略》终于快要结局了，看着我们令妃娘娘一路打怪升级，终于快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可是有个大障碍还没清除，那就是元春王。没错，就是他，坏到连纯妃而去，贤妃他们这些宫斗大咖都得叹为观止。只能说作为一个公公，这么适合宫斗还是大 boss 真的合适吗？想必观众们和小编一样，希望他赶紧领盒饭给我们璎珞让路。这个时候还是很好的，最开始的元春王真心对待璎珞，但是得不到璎珞的回应，便开启黑化之路，不断给璎珞下绊子，害得璎珞吃了不少苦头。不少观众认为元春王的扮演者王茂磊的演技不大到位，但是小编觉得还是不错的，最起码让小编觉得恨得牙痒痒，也说明这个反派角色还是很成功的。黑化了演员王茂磊，曾出演《神探狄仁杰前传》《加油实习生》《美人为馅》《延禧攻略》等这么多剧的累积，在演技方面一定是不会欠缺的，不然也不会被严格的导演选中。